日本邻居的车轮让人给偷我的了。妈呀！车胎刚刚掉，就买了俩。我去拿花生，你也提供一下证据。昨天好像是哪个？到哪了？那是哪来的？好看的侬？啊，虽然看不来，但是，嗯，那个车嘛，那个，俺们下车才走的。啊。俺们朋友就塞了。啊。是啊。嗯。外国人じゃないか。多分最近は嫌悪度の工事やってるじゃん。うん。だからそれ外国人が来てるから、うん。相当した。で、ブロック塀、うん。持ってきてなくて、あの家と家の間に通るところあるじゃん。うん。から持ってきたってブロック塀。なんかちょっと見ててあげればよかったね。いやでもそれさ、でも昔はすごいの言ってたね。そのいつも以上に。うん。いつも以上に通さなかったもんね。うん。ずっと寝っ放しで、その夜中にも寝てたから寝ぼけながら。うん、今日はうるせえなと思ってた。そうそうそう。あ、買って福井さん、誰も僕のこと聞かないわ。うんね。僕は探検として頑張ってたから、ワンチューよこせわ、みんな。あ、かぜ。もういいよ、いいよ、ご飯よこせわ。探検。もうか。うん。いいね。今度、うちの子供やられる前教えてよ。你看看他们玩的多好。来日本20年了，这种发生在身边的这种偷窃行为呢，还是第一次。在电视上呢，隔三差五都会见到。经过这件事之后呢，感觉哪里都有好人和坏人。平时呢，最重要的还是自己要多加小心，注意安全，在自己身边呢少一些意外，多一些愉快。但是万事多小心没坏处。现在又来做饭了啊。今天呢，我老公想吃一个意大利面，然后呢，儿子喜欢吃鲅鱼，所以呢，就给他们分开做一下。现在呢，做一下意大利面。意大利面呢，今天做一个比较素的。首先呢，放上橄榄油，稍微多放一点，然后放上这个蒜，这个还是蛮好吃的。先把它炒一下，面呢我已经煮好了，要把这个蒜呢炸出香味儿，然后呢把面放进去，放上点这种就和鸡精差不多，再放上点这个辣椒，再放一下这个帕菲，这个是我院子里种的，我就这样搅一下就可以了。有淡淡的这个蒜香味儿，尝一下，如果不咸的话加点胡椒盐就可以了，还是蛮好的。稍微加一点胡椒盐。好了，这就做好了，现在抓一下盘儿。再来做一个鲅鱼哈，就是一条鲅鱼，一条鲅鱼啊，其实吃不怎么完的，所以说害怕浪费就把它切成两块儿。今天做的这个鲅鱼和普通的平常的有点不一样，我们呢需要在这个鲅鱼呢本身它就是腌过的，所以我们就要放上点这个粉，给它撒上点粉。首先你要用那个纸把它表面的水都给擦干净了，嗯。就这个样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我们来起锅烧油，放上油，然后把这个鱼呢放进去煎一下。是不是色泽非常的好？我们现在来端一下盘。是我儿子的饭了，这个就是刚才做的鱼啊。因为什么放在锡纸里呢？因为它挑的乱七八糟的，然后里边那个刺儿什么的哈，比较洗碗的时候比较难洗，所以放这里边直接就放到垃圾桶里了，而且还不洗。这个是我老公的，好吃饭。你想吃？
你想吃啥吃不着啥。今天又没有你能吃的。看看我这碗汤里有啥，我这里面也没有啥，也没有了，也没有肉肉呀。到、哦、嗯没了。哈哈哈哈，卖他呗，咋弄卖了。哈哈哈哈， cute 的不懂。都喜欢吃黄瓜，他在吃东西，他在吃咋弄啊？我给你拿个吃的，不吃啊？哎妈，这个不行啊！这个呢？啊，这个吃，这还挑零食的。汤吧，这汤里边其实挺干啥，放的牛蒡、萝卜啥的，好几种菜，得六七种菜，五六种菜。吃面了，面那阿西达了魚食べれば照り焼きをしよう。うん、美味しい。うん、うん、え、あなたあれ、うん、食いしん坊の試合参加すればいい。あ、確かに大食い。そうやったら金も、金、あ、結構人気になれる人、金も分もらえる人、それやったら、でも決まる。もうすぐ、その後、ベーッと出して。違う。お、食いし、お、大食いじゃなくて食いしん坊。美味しく食べれる。量が関係ない。うん。それだったら絶対優勝。テレビに出たらさ。そんな番組ない。うん、こんなぐらいしかないの、こんなぐらい。うん。食いしん坊食べ過ぎだねよ。